今天是这个双城啊，封地封后啊。中间上面啊，中间下面，听我的啊。我觉得。 我觉得我做到了，我把奖留在台湾，因为我爱台湾电影，我把奖留在台湾。谢谢大家。我希望通过影展让更多的人就是知道我这部电影，关注我这部电影，然后呢，有更多的人能在。 电影院里，将来我们公开放映的时候呢，来看这部电影。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觉得特别的就感谢这个金马奖。他评了这个史上的这个记录，得到第三座金马奖啊。我今天这个是非常惊讶，另外一个是特别高兴，我们的戏部也一个奖也没有。 另外一个是我不是太想我自己拿奖，因为我很希望，就是比如汤唯拿个奖。再过来一点好了，再过来。好。我们是第一排啊，我谢谢。非常高兴，我为我的团队高兴，他们太棒了，然后也为没有来的其他的演员和盲人演员。 还有投资公司闪文投，为他们高兴。来转一下导演，再转回来。